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佛陀叮咛语：八，修习正确精进有四种方法。哪四种？一，即发愿阻止尚未升起之恶念的升起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。二，发愿去除已经升起之恶念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此目标。三，发愿培育尚未升起之善念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。四，发愿促成已经升起之善念，愿它持久不混乱，进一步发展扩大滋生，达至圆满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。九，放弃恶行与培育善行。一，放弃恶行，这是办得到的。如果不可能办到，我也不会催促你们这么做。既然是办得到的，因此我对你们说，放弃恶行。如果放弃恶行会招致损失与悲伤，我就不会催促你们。但既然放弃它能增长利益和快乐，我就催促你们放弃恶行。二，培育善行，这是办得到的。如果不可能办到，我也不会催促你们这么做。既然是办得到的，因此我对你们说，培育善行。如果培育善行会招致损失与悲伤，我
就不会催促你们。但既然培育它，能增长利益和快乐，我就催促你们培育善行。导师应视学生如儿子，学生则应视导师若父亲。如此，彼此便能互相尊重与顺从，能和睦共处。在求法与修行的过程中，成长与进步。十一，当我们了知佛具备遍知大悲大力的功德，就更能对三宝升起虔诚与信心。一个人对如来的信心确定不移，坚固不变，不为任何隐士、婆罗门、天神、摩罗、梵天或世人所动摇。他可以正确无误地说：“我是真佛子，由佛口中生出，由佛法中生出，为佛法所创。”是佛法的继承人。十二，业果何时现行？一，有人认为，一个人造了业，他往后的一切经历就已经由这业注定了。若这说法是真的，那么人就不可能过圣洁生活了，因为消除烦恼的机会根本不存在。二，若有人认为一个人造了业，他往后便会得到业报，若这说法是真的，那么人就有可能过圣洁生活了，因为有解脱烦恼的机会存在。三，例如有一个人造了一个小恶业，他今世
可能受到业报，也可能完全不会遭受到业报。试想，哪一类人会因犯了小罪过而下地狱呢？一个对身口意三业完全不加留意的人，尚未启发智慧，尚未训练自己，是个渺小的人。他的生命是受到局限，不会快乐的。一个小恶业可能导致这样的人堕入地狱。四，现在有一个人，他小心地注意身口意三业，已启发了智慧，已训练自己，已不再是个渺小的人。他的生命是不受限制，是无可衡量的。这样的人造了小恶业，在今世可能受到业报，或完全不会受到业报。无理由。假设有个人在一杯水中撒入一撮盐，那水便喝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杯子很小。又假设一个人在河撒了一撮盐，那河水还是可以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河水太多了。十三，烦恼来自内心。一，当我们想着某某人伤害了我，正在伤害我，将伤害我的时候，就已经起了嗔恨心。二，当我们想着某某人伤害了我心爱珍惜的人，正在伤害我心爱珍惜的人，将伤害我心爱珍惜的人的时候，就已经起了嗔恨心。三，某某人善待了我不喜爱珍惜的人，
正在善待我不喜爱珍惜的人，将善待我不喜爱珍惜的人的时候，就已起了嗔恨心。我们就是这样无端端地被激烦。十四，德行圆满的人不用故意想，愿我远离烦恼。因为德行圆满的人自然会去远离烦恼。去除烦恼的人不用故意想，愿我喜悦。因为去除烦恼的人自然身心愉悦。十五，一个专心致力于清净的人，在睡觉时、觉醒时都很快乐。他的五根清净，心念也清净。他知廉耻，怕犯错，有信心、决心，证得最高境界。他深受同修们尊敬与推崇。他即使不能证得最高境界，至少也能往生善道。十六，增长五项素质，可促进佛弟子的身心发展。掌握佛法的精要与要义，哪五项？增长信心、德行、学识、布施与智慧。十七，听闻佛法有五种好处，哪五种？即听闻以前未曾听闻的，澄清以前所听闻的，消除疑问，纠正见解，使心念平静。十八，我们应跟随服侍尊敬哪一种人呢？有德恨同时性情善良的人，为什么应跟随他呢？跟随了他，即使彼此的意见不同，但有关于我们结交善友、拥有可敬的朋友的声誉也就此传开。Thank you.
十九。一个人可能是个有德行与学识的信徒，但却不是一个佛法导师，这样的人是不够圆满的。要补救这个缺陷，他应该自我反省，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既有德行与学识之信徒，又是佛法导师呢？当一个人具备了这些条件时，他才算是圆满。二十，世界上有两种人的恩惠最难回报，也报答不完。哪两种呢？即是你的父亲与母亲。纵使你将他们背在背上一百年，支持他们，为他们敷药、沐浴、按摩四肢及清除排泄物等等，也都不足以回报他们。二，即使你给他们掌管整个世界的权利，也不足以回报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为孩子们付出很多，抚养他们，培育他们，把他们带入这个世间。三，然而，谁若能使其不信佛法的父母相信佛法，无德恨的父母变成了有德恨，吝啬的父母变得慷慨好施，愚痴的父母开启了智慧，那他便已回报了父母。他所做的比报答父母恩惠所需要的还要多。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
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力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念佛共修，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领众修持，日期3月19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与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2月共修法训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2月12日、2月19日、2月26日，每周日下午1点30分，礼拜88佛弘明宝忏，点灯、供水、药供及甘露施食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-831-1673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从前有一位出家人，他信喜幽静，不爱与众共修，于是一人独自到山中精勤行道。有一天黄昏，忽然有一鬼化作梧桐来到行者座前，这时行者脸上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，平静地对鬼说：你现在没有吐，反而是好的，既无头痛之患，更无目以食舌，恶意问身，皮衣朽香，口以肠胃等贪欲之苦，真是一大快事。说完后鬼离开了，不久鬼又变成没有身体但是有手脚的样子来吓他。行者看到了说：你现在没有身体，就不用忍受身体的痛和痒，也不会受五脏的疾病忧愁，又是一大快事。鬼听了后离开，不一会儿又变成没手没脚，乘一轮车到行者前。行者说：你现在没有手脚，最后不能拿别人的财物，真是太好了。鬼见行者意志坚定，不为所动，于是化作端正男子来到行者面前说：沙门所学将成不久。起绕三匝，恭敬而退。凡是精勤之行道者，在除烦恼与正圣果之中，总难免会发现或大或小的魔障，即使佛在刚成道时都不免遭受第六天魔王率诸眷属来阻碍他成道，但佛陀当时胸中无半点尘染，最后用神力将众妖魔全部降服散去。连佛陀都难免魔障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？